只有姐姐妹妹。好了，你讲快点，先讲快点。好了，好了哈。好，来，我们征文里的里长跟义工们、伙伴们，大家晚安。我不赢我公了，对不？来，通通有去走那个绿色隧道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才会这么饿，对不对？对。漂不漂亮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，来，我们红酒都有给每一桌哈，然后前面才找，你听有多厉害？我们要去爬那个，去走那个绿色隧道，他说要醒酒。哦，他说你们看今天有没有特表的？我今天才知道哈、哦。然后我们刚刚秀英一路上就讲说今天要坐月子坐月子，所以今天晚上有玩游击也真的很强哈、哦。哎，我们今天收获很大，也看到树番茄，我、哦、看到很多很特别的东西，所以很值得哈、哦。那等一下哈、哦，我们吃饱饭，你们要回去休息呢，或者是要唱歌呢？哦，五郎港好吗？没有，都是下来的、哦。没有，它掉下来的。哦，老板送的。没有下来的。那基本上哈、哦，待会儿我们等一下的活动就由那个餐厅这边哈、哦，民宿这边来给我们介绍。那我就不多说。那等一下卓卓跟大家问候一下，红酒要留一点点，我待会再跟金酒哦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。哦，一桌至少要一杯哦，哈、哦，好，好，妹，头天你帮我存一罐那个开水的。妈妈的爱心，来来来，我这个菜快快，这边要吃饭。